最緊要係即係靚高貴同埋舒服。因為我見有陣時去好多婚禮咧，其實好心驚膽跳嘅，見到個新娘咧成日都好驚，因為始終哇好驚走光光，跟住又敬酒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好尷尬嘅，即係見到佢哋即係舉杯嗰陣時，所以我覺得最緊要開心同埋安全。